但愿文昌酒，千里共婵娟。大家好，今天是中秋节，今年的中秋呢，很多人都不能把泪干爆，所以我们希望你们可以透过我们的影片，感受一下中秋的气氛。中秋节必做第一件事就是提灯笼，也要烧蜡烛的尾端，给它沾纸纸，然后粘上去，再把灯笼拉上来。拜拜。烧了，二就是吊灯笼。听说这个家吊越多灯笼，他的生意就越兴隆。来，我要你家吊灯笼。不用你看，我们继续吊。第三个就是赏月啦。你们看，今天月亮多么的圆。正所谓床前明月光，嫦娥脱光光。哎，有唱有唱有唱。嗨，我又回来了。第四个呢，就是吃月饼，有冰皮月饼，还有传统月饼。你到底喜欢什么月饼？嗯，好吃。好了，我们的影片就到这里啦。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中秋节。最后记得戴口罩，还有注意安全哦。拜拜。有心意要配宣传，请马上私信我们，让你最低价格获得最高曝光率。耶！哎，你在看谁的 video 哦？还有谁？当然是精神哥的 video 啦！看了才精神啊！精神，耶、yeah! ！